大家好，今天要为各位介绍这一把我们自身新出来的款，叫手持路亚杆防冲。这一支呢，它主要是针对手持后冲的部分去设计。这一把有两个调线 ，H 跟 MH。H 的部分使用的清水范围大概是20号到60号，换算为克数大概是75克到225克。MH 的部分适用的铅锤范围大概是20号到50号，克数是75到190克。这一次所采用涂装是芥末绿为主色调，轮座的部分是这种枪柄镂空的设计，在手持超杆的时候，整体的这个传导性会更敏锐一点。转座帽的部分它有这个压花设计，在转的时候也会更稳固一点。它是采用这种贵宾狗设计镂空的，后塞后面有自身不一样叠标的设计。轮座到后握把整个的轴距是38公分高，导环的配置前面4颗采用双脚 K 导环。后面的钢尾6颗的部分是采用 KT 系列的导盲，钢尾做白色增加木饰性的涂装。这里有一个贴心的设计，采用两节并蒂，在插节处这里有一个贴标，上面也有调性的贴标，把这个箭头对向这个圆点，可以轻易的组装好。有的客人想说，组装下去这个导环怎么都歪掉了。这一把是采用旋转珠的设计，第一颗大导环会跟轮座同向，从第二颗会开始45度的旋转，第一颗45度，转90度，转135度，到了这一颗开始就会朝下180度，它是做旋转珠的设计，减少缠线的可能性。右手这一把所拿的是 MH 的调性，它整体的调性大概是在3C偏46，我现在所挂的铅都是5两190克，左手拿的是 H 调性， H 调性它的调性大概是正3C调，两把的整体的调性比较，左手比较明显的调性区间。每一支出厂前，它的最低的品检标准是以3斤1800克为基准，45度角，大概是这样。它的受力点大概是头把节的第一颗导环到尾翼节的第二颗导环，是在满弓的时候受力最大的部分。这一款 MH 的总重量自重大概在141克 ，H 是143克，整体的重量的表现可以很满足钓客的需求。我手上拿的这一把是 H 钓性的，它的平衡位置几乎是在轮座，卷线机挂上去，整体在晃耳，这个手持感是非常的轻松，非常的舒服的。有兴趣的朋友，这一款即将上市，祝大家在未来的手持透冲器都有大丰收，谢谢。